科室做得好。深蹲没烦恼，胸椎转一转，久坐不会喘，腿后拉一拉，好，不会擦。Hello Sky， 今天邀请到物理治疗师阿文来跟我一起示范八个超棒的动态热身动作。无论你是在重量跑、动态热身，或者是运动想要提升肌肉的温度，或者是有过全身酸痛想起来动一动，都能有效唤醒你相应的身体。动作一，鸽式臀拉。一开始起始动作，双脚站立姿，深呼吸，吐气，收住核心，一脚向前，脚抬起，手抓着膝盖下方，另一只手抓着小腿，抱着往胸口方向抬，顺势吐气，将我们的髋部做一个外旋，你会感到臀部一个伸拉的动作。简单版的话，就是我们靠着我们墙壁，脚跟距离我们的墙面的距离是一个手掌宽度，那动作跟我们的一般版是一样的哦。动作二，抱膝向胸，单脚抬起，利用核心 hold 住身体，双手抱着膝盖往身体方向，支撑脚在我们的抱膝同时要往上拉，那我们要感受一下我们支撑脚的小腿后方有个紧绷感，停留个数秒后伸展完毕，左右交替完成一个动作循环。简单版就是我们靠着墙壁，然后一样脚跟距离墙面是一个手掌的距离，上半身可以贴着墙面，那动作跟我们的一般版是一样的哦。动作三，掌撑大跨步，转体，一脚向前跨步，支撑手置于我们的前脚掌的旁侧，夹紧我们后侧的臀部，深吸一口气，稳定住核心，将一只手穿越我们的支撑手，向外延伸我们的胸椎，吐气时同时向天花板延伸，伸展我们的胸椎。动作四，弓箭破胸，拉腿后侧。起始动作呈现弓箭姿势，身体吸气吐气时身体向前弯，吐气的时候身体向后延伸，双手打开，搭配吸气吐气再回来。动作五，侧身伸展及转体，站立姿势交叉，双手向上延伸，向对侧延伸，左右交替做15到30下。再来，双脚打开，双手打开成平行，左右旋转15到30下。我们再来一个动作，就是可以向前跨步，做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向对侧做旋转的角度，做15到30下。动作六，后踢臀，站立姿势，双脚与肩同宽，双手置于我们臀部，左右脚交替向后臀踢，呈现一个跑步姿势，上半身挺直不可弯腰驼背，维持30秒到1分钟。简单版就是后踢臀的动作，但我们的后脚跟不会踢到臀部，这就是简单版。动作七，前身侧踢。前身踢腿的话，就是我们站着的时候将脚向前踢，那我们的髋部置于我们是90度的，我们在摆荡的时候是用的钟摆效应，腿向后的摆荡是没有出力的，切记我们的躯干是不能弯曲摆荡的。简单版单手扶墙，因为我们的可以保持我们的平衡，做一样的动作就可以了。侧踢，我们的身体呈现站立姿势，将我们脚向外展，向外展出力，它向内收是不用出力的，用钟摆的效应向内左右摇摆。简单版就是我们扶墙，可以避免我们平衡不好的时候会姿势跑掉。动作八，双手走路。起始动作呈现站立姿势，双脚与肩同宽，前弯手撑地，缓慢爬行，爬到自己的极限，不能爬的时候再吸气吐气回来，尽量膝盖要打直，身体不能贴在地面上，感受大腿的腿后侧伸拉感。简单版的话，就是我们的膝盖可以呈现微弯，身体向前爬行，爬到我们一个浮力挺身墙就可以了。哦，动态热身完之后全身都暖起来了。像我们刚刚做的那八个动态热身啊，其实它不仅仅是你在运动前或是健身前，你平常久坐或是久站
等等的，你觉得你肌肉开始酸痛了，腰酸背痛干嘛，你都可以有事没事就多做一下。尤其是我们刚刚那些动态拉伸的动作，可以针对我们的臀部啊，跟我们的大腿后侧做针拉，可以有效改善我们一些久坐造成一个全身酸痛哦。那像在我们重训前啊，除了刚刚的动态热身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再去做针对你的专项的动作，再去做轻重量的动态暖身。建议要循序渐进，重量的组数比较多，那重量比较轻，这样慢慢的做暖身的部分，把那个神经连接串联起来。所以我们最好的步骤就是像我们重训前，我们可以先做全身的动态性热身，是时间不用太长，然后再针对局部的重训动作轻重量，然后再开始做我们的正式组，会比较安全。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物理治疗师阿文来带我们做这个八个超棒的动态热身动作。那如果大家想认识阿文多一点，或是想知道一些动态热身啊，或是物理治疗的相关知识呢，可以追踪阿文的频道，像我们的机智生活，赶紧来查阅哦。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健人盖伊，阿文，我们下次见，拜拜。